帮我看看 Kamashi， 哇！好得意哦 ，Kamashi。嗯，你又喊大家好玩笑吧 ？Help me！好啦，非常之耐冇收到厂商邀请我玩游戏啦。今次我哋要玩嘅游戏咧系大合拍啊，系一只 MMORPG。今次咧系佢哋嘅周年啦，热血归来啦，你见到，所以咧其实系应该有好多唔同嘅。咁咧听讲咧最新就新增咗一个女刺客嘅角色啊。咁当初刺客出嘅时候咧，呢、這个 game 咧系无敌禁制嘅，即系你唔用佢咧就代表你系弱鸡咯。所以咧今次出嘅女刺客啊，非常之期待啊！你见到我 Jazz Like 嘅女刺客啊，特登妆发都 set 到好似女刺客咁型，系咪好型？帮我加少少嗰啲型啲嘅 effect， 唔该。冇经费，冇经费。好啦，我哋进入游戏先啦。咩啊？咦？喂，唔系女嚟嘅，尴尬。嚟多次，帮我加翻啲残影嘅 effect， 唔该。我揸住两把刀噶。嗱嗱嗱，有冇少少似嘅感觉？嗱，咁揈快啲，你就睇唔出我揸紧啲乜嘢。這個就是我們今次的女刺客，大家看到她穿的衣服和我穿的衣服是超級像的，你看一樣都收到個膊頭出來的，你看她一樣都遮了半隻眼。我可以轉髮型了，原來等我轉個靚啲的髮型先，等我加一條東西在這裡，等我扮個先。道具組，道具組，好屈啊。衫咧，衫唔知有冇得转，好似冇。系咯，迟啲应该入到 game 有得时装，我就要呢、這个啦。我叫西门小白啊，因为想扮下啲古风啲嘅名字，所以就夹硬加咗个我识嘅古风姓氏啦。做啲咩姓氏啊？其实点知喎？冇用嘅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助手好废啊！平时啲姓氏啫嘛，人哋都系。呢个助手真系好废啊！姓唐咯，最简单嘅。唐伯虎唔要西门算了，嗯，啲插画好靓。咁好啦，我而家就挂紧机啦。其实啱啱已经挂咗一排机啦，咁谂住挂下机先就唔拍住啦。咁而家咧就俾你睇下我啱啱挂完机之后咧升上去嘅技能。只肥鸡咧系我啱啱拎翻嚟嘅，虽然佢只系限时，但系好 QQ 喎。最中意啲鸡鸡嘢或者雀仔嘢。咁我而家都系挂紧机嘅，所以咧你系见到我嘅手系 free 嘅。但系咧，你就可以睇到佢啲技能啦，系超级爽啊！我一直都会觉得咧，嗰啲双刀啊，嗰种快嘅感觉系超爽，即系睇住佢，舒服。而家仲做紧一个周年庆嘅福利啦，咁其实而家喺九月一到九月七之间咧，你创立新角色嘅话咧，都有好多福利嘅。咁有啲咩福利呢？就包括佢会送免费嘅三百抽啦，一定会保底出 SSR 神宠嘅套夜衣啊，同埋佢有啲和风嘅时装。嗰、那个睡套啊，当初平民百姓用咗好多钱先抽到嘅睡套啊，即将会提升呢个 up 嘅几率啊。呢一只就系啱啱讲嗰只套夜衣啊，我觉得套夜衣咧唔系咁 Q 咯，但系佢嗰个。臭串样咧又有啲 Q 喎，你明唔明我讲紧咩啊？呢叫反差萌定咩啊？但我都中意另一只多啲，我中意嘅系呢一只啊，睡兔粉红色兼白色，简直同我非常之符合啊！你话系咪啊？你话系咪啊？我今日嘅衣着嗱，粉红色同白色，白色都啱啊！Blackpink， 哇夹眼夹眼夹眼拉埋。如果抽到呢只就爽啦，又 Q 又劲，你睇下佢啲数值几夸张。咁我哋咧揿入去开服狂欢嗰度咧，有一堆嘢啦。我哋睇咗呢个神宠灵骑先，佢免费送咗个捕捉器俾我，咁我就可以去佢嗰个坐标嗰度，然之后去捉嗰只神宠，免费嘅。哦，啱啱经过咗，我嗰阵时仲未有得捉，原来拎咗佢个捕捉器就可以捉啦。捉你，吓，迅速点击，嗱你。我捉唔切啊！以我嘅快嘅手速，唉，轻松啦，一早就知道自己捉到啊 ，easy 用脚趾都捉到，我同你讲。风火轮好 Q 啊，佢同 Felix 有啲似啊，吓，都系一样个样系。我系染发咯，中间红色咯。我得，我讲紧嗰个部分。话捉完之后咧，我就喺背包度揾到佢，而家就使用佢。好霸咧，你唔够 level 啊！
嚇，我冇白呢，我唔用得佢。應該係啊，夠稱先至可以馴服到佢，你明唔明啊？你差少少啫，其實。咁趁而家我升緊白阿呢嘅途中，就同大家講埋啦。咁而家仲有個紅包魚嘅活動嘅。咁喺嗰個時期之內登入嘅話咧，就會有好多紅包俾你去搶啦，咁可以瓜分好多嘅福利同獎賞嘅。啱啱突然間發現郵件都有啲獎勵，等我望下啲咩獎勵先。呢個系統送嘅，開服前六日每一日登入都會送一份扭蛋幣，呢個係今日嘅扭蛋幣。唔知佢會唔會就係加埋七日會送足足300幣俾你咧？因為佢話會送300抽嘛。好啦，係咁依抽下30抽俾大家睇先。誒，咁呢一個就一抽入雲，呢、這個啱啱喺獎勵預覽嗰度係第一行喎，見。但我想要嘅係坐騎 ，OK？ 嚟一抽入雲多一次，唔該。Damn！ 嚟多個。喂，藍色波係咪真係唔係咁好？好啊。哇 ！SSR 嚟嘅喎。係咯 ，SSR 嚟喎。但係佢唔係 UR， 真係可惜。點樣激活佢咧？唔知。去背包睇下先。使用激活，加咗智力啦。裝咗啦，但係完全睇唔到咯，俾個 level 遮住咗。可能人哋睇我先睇到。好可惜啊！我想要坐騎啊，等佢遲啲送多啲幣，我再抽先。我要喺度等两分钟之后先至可以捉俾大家睇，系喎，好似只鸡孵蛋咁。我哋坐骑鸡鸡，好啊，而家可以捉佢啦，好得意啊，佢个样嘿咁样，唔得，我扮得唔得意，佢得意。哇，系喎，唔记得揿添，等先，我话用脚揿咗。乜嘢啊？你咩要用脚揿啊？唉，话咁易，用脚揿咗啦。我只脚揿咗一下。咁咧，最后就同大家讲埋咧，而家仲有一个怪物入侵嘅活动啦，有条猫冇喺面前。咁咧，佢嘅跌落率咧会系普通嘅副本嘅一个 double， 高一倍，即系 double。嗯，系啦。佢嘅武器同神装咧都会跌多啲嘅，斗嘅咧就系斗大家手速啦。手速呢家嘢，我谂相信各位男士都应该唔会慢得过我啩。诶 ，hello 妹妹，系啊，你知我要做 ending 啊？过嚟噶，做咩呀？你咪特登过嚟陪我做 ending 啊？咁咧，我哋今日嘅笑话咧就嚟到呢度先啦。哦，我忙住去吸猫，我哋下条影片再见啦。现实捉虫，现实捉虫，呕货啊嘛！现实捉虫系 game 入面捉虫，唔好意思啊，吸猫系会上瘾嘅，引成呢个大家会神志不清嘅效果，大家真系适量吸猫，唔好过量啦。我而家成面都系猫毛。没事，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记得大家留言赞好订阅 ，OK， 一齐试玩大合拍。没事，帮我冚个 cam 好唔好啊？帮我冚个 cam。烂啊喂！我 cam 已经俾佢跌烂过一次，唔系跌烂过一次，跌咗落嚟一次，帮我冚个 cam 埋树。哇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